当音乐快要完的时候，你好想去那个地方的影像慢慢退去，但是你知道随时都可以再有。你可以开始注意一下你现在坐在的位置，在一个坡里面很舒服地坐在这里。这个坑里面有其他声音，有其他人在这里。在你准备好的时候，你可以擘大开你的眼，深呼吸一下，慢慢呼出，伸展一下你的身体。在剛才那個短短的練習裡面，我又想問一問大家的經驗了，有沒有人覺得很不舒服的？沒有，又可以有的，因為每個人的感覺不同。可能如果你是剛剛來到很急促，剛剛先坐下我要你做這個練習，你可能會即唞不氣這樣的。咁又有冇人喺第一次做呢個練習咧？你會覺得有啲特別感覺，好想分享一下？我哋可以有一兩個可以分享一下，樓上都可以嘅喎。帶到我同我以前先生一齊嘅時候，睇到個傻樣。在那些雪地，他說我踩深一點踩深一點，還有我要踩邋遢的雪，那個傻樣。我跟他一起在海邊走，當你在海邊的時候，我看到那些浪打過來的時候，會游一圈一圈游的慢慢打過來。可惜現在這個情景是我相信很難會再有，所以那心裡有點痛，勾起你一些的回憶。會的，同一段的音樂，可能100個人裡面有99個都會覺得這首音樂很輕鬆很愉快，但可能就會有一個是有不同的想法，因為都要視乎他的心境裡面去記掛著什麼東西，還有那首音樂會不會跟他以前一些記憶有關，引致他聯想起的。還有沒有人很想都分享一下個經驗呢？初初聽咧都好舒服嘅，跟住都好似係代入咗你講嗰個景況，跟住聽聽下咧，又諗翻做嘢喎，哎呀死啦，又諗翻做嘢，醒都醒翻大眼，跟住就呢、這個情況都好常有嘅，即係因為事實上太多嘢牽掛啦嘛，咁啊好多時我同一啲 client 去做，可能小組做一啲嘅 relaxation 咁樣啦，開頭未慣嘅時候咧，都係成日咧聽下音樂就走咗去要做嘅嘢咁樣，但係當佢練習多幾次嘅時候咧，佢開始可以幫到自己點樣可以真係暫時嘅抽身喺呢度咧，然後去休息一下，俾自己休息一下，就算係好似頭先咁5分鐘咁都可以。咁我呢度補充講一句先，咁其實今日同大家做一啲練習咧，係想俾多少少經驗，大家知道究竟喺音樂治療裡面係做乜嘢噶。咁我就無意咧就要牽起大家一啲嘅情感，但係如果真係當中牽起到大家啲嘅情感咧，你臨離開呢度嘅時候咧，你都未能夠退去咧，咁請你留下揾我傾一傾偈啊，因為我都唔希望咧你帶住一個唔開心嘅心情翻屋企，咁我都希望幫你疏導咗先至走，得唔得？咁嗱，跟住咧做完音樂意象咧，另外一樣咧就都同音樂意象有啲關係嘅。就是、都是用音樂，咁但係咧呢度我哋就係配合音樂啦，去做一啲嘅肌肉放鬆練習。喺一啲我哋會揀選一啲適合嘅音樂，然後咧有啲嘅導引啦，去慢慢幫
幫客人去放鬆整個身體。咁呢個咧其實有幫助佢去舒緩翻，即係點樣去慢慢將自己身體去放鬆啦。咁你放鬆咗，咁可能咧個睡眠質素都可以改善，同埋咧你啲肉冇咁緊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痛症可能都會少啲，就慢慢咧去嗰、那個憂慮同埋緊張都會少啲。咁呢啲練習咧通常就會長少少啦，因為你要慢慢成由頭到腳每一次都要時間㗎，就需要15至20分鐘。咁我喺呢度咧就唔會做嗰個嘅練習啦。咁但係咧你入嚟嗰陣應該都有一張 CD 啊。咁嗰張 CD 其實我就係嗰個練習，好多時我都會同他人做，而佢哋覺得係好嘅，咁所以我就將佢錄低佢錄咗啲音樂，咁咧就派俾大家，咁你哋可以自己試下做。咁你又唔好覺得佢係天書，一瞓唔著就攞出嚟聽咁樣樣。咁因為真係每個人唔同嘅，你今日覺得有用，可能聽日覺得冇用。咁始終我哋都係覺得，你覺得適合需要你就用，你用咗你覺得唔得嘅，咁你唔使強迫自己。咁唔好好似我個朋友最近佢因為都因為屋企人過身，有啲唔開心。好難舒緩到，咁我俾咗隻碟佢之後咧，佢自己覺得好有得佢屋企人用，但係佢屋企人未必需要噶嘛。咁同埋佢自己咧就話俾我聽，第一日佢聽咗2次，第二日佢聽咗4次。咁跟住咧我就同佢講，你唔好再聽啦，因為咧如果咁樣幫唔到你嘅話，其實你聽幾多次冇用，你可能真係需要食藥啊，即係需要醫生開藥俾你去舒緩你嗰個嘅緊張。咁佢係咯，佢有做到啦。佢就真可以幫到自己，所以輕微嘅咁，其實我哋可以用音樂幫我哋。咁但係有時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，我哋都要面對現實，要去睇一睇醫生，即係需要用啲藥物去暫時幫我哋，係啦。咁呢一個練習咧，就睇下你哋留翻去翻屋企做咗。如果有 feedback 咧，我都歡迎你哋 email 俾我，俾翻啲意見嚇。In case 第日有機會再做第二隻嘅時候，或者係要注意啲乜嘢啊，咁我都歡迎。大家俾啲意見我嘅。好，下一樣嘢咧想講就係選擇歌曲啦。你可能睇到呢樣嘢咧，覺得咁搞笑嘅，點解揀歌都係一個治療嘅方法啊咁樣？咁你又唔好睇少咧選擇呢樣嘢。咁由小朋友我哋去做幼稚園咧，我哋已經要俾選擇佢。點解？因為好多時咧小朋友要俾大人咧去幫佢安排曬所有嘢，其實你唔識選擇，真係有啲咧，你俾3件樂器佢揀咧，揀嚟揀去都唔知揀邊件好，做唔到選擇。其實做唔到選擇咧，亦都係佢自己心裏面一個混亂，又想揀呢樣，又想揀嗰樣，都係佢自己一個決策能力裏面咧會出現一個問題。喺要解決問題嘅時候咧，唔知點算好。咁所以咧，其實能夠選擇係第一步，佢知道自己想要乜，佢能夠去選擇。咁喺有病嘅人裏面咧，咁有好多嘢佢都冇選擇，冇得選擇唔病，又冇得選擇唔去睇醫生，又唔可以唔食藥，好想唔做化療，但又俾屋企人逼佢做化療，有好多嘢好似俾人嘅偏配曬咁樣。咁我家人有病嘅時候，我都會好覺得我哋去睇醫生嘅時候咧，都好似一個機器咁樣，去到排隊登記，跟住去磅體重驗血。在門口等個幾兩個鐘，見醫生咧就5分鐘，又翻出嚟等攞藥咁樣樣，即係成個人其實好似好唔 human 咁樣嘅，即係好似一個機器完成一個步驟，咁就係俾人咁樣去擺嚟擺去。咁但係喺呢度裏面咧，我哋俾佢選擇，甚至佢可以選擇今日我唔要唱歌，我唔要音樂啊，都得嘅，咁都係佢自己選擇。咁喺選嘅裏面咧，其實我哋又可以留意得到咧。究竟他想選的什麼東西呢？他心裡面有什麼說話想說呢？其實他很自然就會選擇一個歌曲或者音樂，就是想表達他內心的東西。那就是透過這樣，我們可以很快跟他聯繫，有一個建立一個關係，可以還有是一個比較我們經常說是安全的環境去做這件事。因為我選一首歌而已，又沒有什麼損失。但是就是因為揀首歌一個咁少的動作咧，可以將大家的關係聯繫，即係冇乜侵犯性，亦都唔驚你想對我點啊咁樣樣。咁喺當中我哋都會尊重佢啦，令佢咧即係覺得即係有翻自己啦。
咁同埋喺溝通裏面咧，其實都促進咗佢同人哋一個互動。咁好啦，選咗一隻歌咁點咧？咁一係就聽啦，一係就唱嘅啫，係啦。咁唱歌咧，你可能覺得嘢咁得意咁簡單嘅嘢，咁其實唱歌咧就亦都係即係咧可以有好多嘢幫到我哋嘅。尤其是當我哋肯開口唱嘅時候，你會發覺咧係唔同。咁啊，個人會鬆啲噶。同你同你喺度啊唔得，我驚隔離嗰個唱得我唔好咁樣咧，好緊張。你肯願意踏出嗰步咧，咁你鬆啲。咁我記得我之前喺一個領養中心做嘅時候咧，實習嘅時候咧，咁啊嗰個社工都話定俾我聽，佢話：喂，你唔好諗住咧，佢哋會同你一齊唱歌喎，你都唔好諗住佢咧會同你玩噶。咁佢頂籠聽你唱嘅啫，即已經好俾面噶啦咁樣。咁啊，我又覺得係咪真係咁咧？係咪差成咁咧？咁到最後我發覺原來唔係，睇下你咧會唔會 empower 翻佢哋去做一啲嘢。當你俾佢哋有呢個權力咧，有呢個機會去做嘅時候咧，原來佢哋好享受嘅。不過好可惜咧，我之前有啲相咧，我唔想咁公開俾大家即係睇到佢哋唱歌有幾開心。咁有啲阿伯伯咧，佢以前就成日唱粵曲㗎，咁佢我問佢哋中意咩歌，佢哋噏唔出啦，即係亦都話冇啦，好少。但係當你真係揾到首歌係佢哋熟悉嘅時候，俾埋支麥佢嘅重要。咁佢真係拿住支麥咧唔放咧，係咁唱，即係都幾開心。跟住每個禮拜咧就期待有嗰個咧 session 咧一齊唱歌。咁有啲伯伯咧又會自然行埋出嚟我度咧就一齊唱，好似表演咁添。咁其實咧係睇緊咧，你有冇俾一個機會佢，去話翻俾佢聽，佢其實佢有啲嘢佢自己做到，有啲過往嘅經驗、開心嘅經驗咧，佢依家可以重拾。咁就係一個唱歌咁簡單嘅動作裏面，其實可以維繫到大家一啲嘢。同埋咧，有好多嗰度大家都識嗰啲嘅歌咧，又會有多份嘅歸屬感。原來大家都係嗰個年代啊咁樣樣。咁我喺呢度，我又想試一試喎。如果以下呢首歌你識唱咧，我想你哋跟我一齊唱。你哋笑姐識唱咯，好啦，咁啊大聲啲唱咯喎，同埋咧你唔好介意咧，究竟自己唱得好唔好，或者隔離嗰個唱得好唔好啊？因為喺音樂治療裏面咧，我哋冇話好唔好嘅，只有咧達唔達到目標。如果你覺得依家唱咗出嚟能夠幫你咧，釋放到你幾廿年唔敢唱歌嘅咧，咁其實咧就係好好咧，唔使理隔離嗰個話你唱得唔好。好似我啱啱做有個老人腦退化症嘅一組，有個伯伯咧就一唱歌咧就差唔多想喊啊嘛。我以前好中意唱歌嘅，但係我嫲咧就打我話我咧好走去做唱歌仔啊，咁所以一路咧佢就唔敢去唱歌，唔敢玩樂器。但係喺今時今日咧，佢依家七十幾歲，可以攞翻樂器玩，可以唱翻歌咧，佢都唔知幾開心。咁所以咧，嗱，依家有機會啦，大家試一下一齊唱呢首歌啦嚇。有開口唱的人，你的感受了，還有拍手掌那些，說一說一兩句你們的感受，
你冇諗過今日嚟要唱歌㗎，咁喺度俾機會你唱歌嘅時候咧，你有咩感受咧？咁我哋揾幾位講講分享下。嗯，係多謝你嚇，你哋都更加好嘢，因為你哋肯同我一齊唱。好，仲有冇其他？係嗰邊誒，中間第二行嗰度，紫色衫。因為咧，其實我平時覺得自己唱歌係唔好聽嘅，但係咧有你事先咧講明咧，即係講咗咧話唔好顧慮，即係總之中意唱就唱，即係唔理唱得好定唔好。咁咧，當我投入去唱嘅時候咧，就好全然釋放啦，得到裏邊最好嘅快樂。係好啊，係上面。頭先當你話一齊唱歌嘅時候咧，心裏好開心啊！因為平時咧都係坐喺度聽嘢啊嘛，咁而家有機會唱歌，你好似有啲嘢表達咁咯。今日可以表達到大家，原來咁多人一齊可以咧，係去分享一樣嘢。嗯，係啊。仲有冇啊？俾多一個啊！嗯，喺上面。我有個感覺就是未能夠盡興。我又戴住口罩，係啦，我又戴住口罩啦。同埋咧，我每一次聽呢首歌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好澎湃嘅嗰個情緒，係會唱得，同埋係啊，越唱咧就係越好興奮嘅感覺。同埋會真係勾起咗一啲以前嘅回憶，就係一班朋友啊，真係一班朋友一齊唱咧。就好開心嘅，係好未盡興喎，我哋想唔想盡興多次啊？想啊！今次你哋大家一齊努力盡興啦盡興咗啲啦，咁我都聽到大家嘅回應都好啲嘅。咁啊，係啦，有人問阿個居然揀呢首歌，其實係因為咧多人揀呢首歌嘛。咁我就知道多人識呢首歌，咁我就敢揀。如果揀一首咧冇人識嘅咧，邊個會同我唱咁樣？嗱，跟住以後呢首咧又都考下你哋啦，會又睇下有幾多人識。嗱，呢首咧又係好多。有咧好好中意唱同埋會揀嘅一首歌嚟，咁我哋又睇下咧今次咧有幾多人係識唱喎？冇咁大，試下啦，六十幾啊，係啦，咁我冇六十幾歲我都識唱呢首歌，係啦，咁啊唔一定關年齡事嘅，都睇下你有冇留意身邊嘅嘢咁樣樣啦，我哋試下。